厝的意思，你还只有我做工，我哪个好？对吧？对，我讲你，讲你要看你要做工，你当心点。哦，啊，我刚刚在那打的，他进不来呀，我不飞了。啊，你是很多天，很多天哦，你一开就嘴巴了。啊，哎，一开就嘴巴，所以你都白呀。哎，我来接接，这你看够不要看。是吼，啊对啦，哎呀，那你要来过过头要盖呀，哎呀，真的没有铁工吼，哎，不可以接客啦，对啦。先走。我来这有一个，应该是做哪里开的哦，我哪会当出来穿中环女生的鞋子，他们是鞋子吗？他不会啦，先走先啦。我们没有在穿。你无在唱歌，我就知啦。没有，我在唱歌。哎啦，他唱歌而已啦。啊，你说你要盖房，盖完的房子，你也是我拿的。你这样讲，重庆的盖房呢，我上回就是讲的。台湾人，台湾人嘛。哎，哪一句话好听的啊？你这做的是这样的拿的，我是爱模仿而已。哎呀，模仿而已。不要误会，你们打电话给警察，我就要被带回去。那边是很危险，我们那边很危险。你那个有够邪的啦！我干嘛叫你我老妹？那么奇怪哦！你叫我干够邪的，那不偏邪的？因为那块手机那个软色应该加五也很像，就是标榜的。都没哪叫。Thank you.